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广东新宁这边每到冬天就非常热闹的一个街道，温泉街。大家看一下樱花温泉，这一路过去的温泉啊，就是有大概有上百家吧。大家看一下，一路过去有那个霓虹灯的都是，然后对面那里也是，对面那条街道也是，然后这边现在的一到冬天的话，这边特别热闹，然后这个价格的话，大概是15块钱、20块钱不。